浮生余生，读书声，蓝牙响应贼好听。新鲜好玩这件事，尽在灵异影音室。大家好，我是山东胡宝义。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相信能穿越时空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穿越的故事，你们自己感受一下。这个故事来源于美国的一部小说，不过呢，我给做了一下本土化的改编，尽可能的稍微加了一点中国的元素，让你感觉到不那么像美国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发生在1998年的南方，98年那年发生了一场大洪水。这一天，在一个山楂树下的一个孤儿院，飘过来一个小影，一个脸盆，上面放了一个女婴。当时呢，这个女婴动得不轻，周围呢就一直都在下雨。当时呢，这个孤儿院的人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叫周冬雨。这个周冬雨呢，在孤儿院一直长到了18岁之后，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孤儿院的人就跟他说：“你已经成年了，可以出去见见世面了，出去玩去吧。”他就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非常高兴，他见到这些花花世界非常高兴，他就高兴的唱起了歌：我饮过风，咽过沙，浪子无钱逛酒家，问琵琶谁人话，不在春风如寒呀。我饮过风，咽过沙，浪迹天涯赴云家，叹流连忒枉法，宿了月与我爬沙。他正唱着呢，突然间有个男的过来了，他就问他说：是啊，不是2020年的歌吗？2016年的你怎么也会唱呀？哎，这个周冬雨就问说：“你为什么要说也呢？那说明不止我一个人会唱呀。而且你怎么说这是2020年的歌呢？这是98年的歌吧？我小时候就会。”那男的说：“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浪子闲话这首歌我特别熟，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爱好，我就是喜欢听歌，我随时都经常带一堆歌词在身上。”这个周冬雨就问：“你带那么多歌词干什么？你怕上厕所没有纸吗？”这男的就说：“你少废话，这首歌有好几个版本，你知道吗？”这周冬雨就摇了摇头说：“不知道。”那我今天就给你见见世面。我搬过砖，铲过沙，肚子一人饮雪花，不攀山，泪落下，不再把工地当家，吃烧烤，逛酒吧，鸡鸭鱼肉大龙虾，想到这把擂茶，单身刀哥走天下。周冬雨听后就问说：“你这歌特别的，挺特别的，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单身刀哥是什么意思，给我解释一下呗。”他单身刀哥就是单身狗，单身狗是什么意思呢？单身狗就是说没有女朋友。这周冬雨就说：“那我没有男朋友呢，我是不是也是单身狗呀？”“对啊，你也是单身狗。”这个周冬雨就问说：“那怎么样才能不是单身狗啊？”这个男的就忽悠着他，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然后呢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后来就这个周冬雨就怀孕了，在医院里刚生完小孩不久，这个男的就说他要去厕所，刚出去没多久，突然间来了两个蒙面人，抢小孩就跑。这个周冬雨他一个女人力气也太小，抢不着那男的。后来呢，他一直也没找到那个小孩，报警什么的都找不到。而这个男的呢，自从去厕所之后也再也没回来，差点消失了。周冬雨呢伤心欲绝，他就用这个医生就跟他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他呢就说：“那你就别讲，他不讲我憋不住。”他那你就讲，你再磨叽我掐死你。然后他说：“好好好，我说其实呢你是一个良心人。”他说：“哎呦，这还是什么大事嘛，我早就知道了，我又不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我现在姓周，什么虎人的那孤儿院的人给我护妻的，而且我才是良心人，我比吕布那个三姓家奴还要少，我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医生就说：“你理解错了，我说的这个姓啊，不是姓名的姓，我说的是性别的姓，我说的是你是良心人，就是说你现在表面上看的是女的，我可以通过手术三下五除二，也就是三个五除一了，三个2.5，也就是7.5，我可以7.5下把你给弄成男的，你想我想变男的呀？”这个周冬雨就想了一下说：“我想当男的。”他为什么呢？他说：“男的有力气有劲，聪明勇敢有力气，我真的羡慕我自己。我要是有力气的话，刚才那俩男的抢小孩就抢不走了，所以说我要当男的。”于是呢，这个医生呢就听了他的，就把他给弄成了男的，他就成男的了。他成了男的之后啊，他就出来去工地去干活，一天一天的混日子，混了4年多，一直都混到了2021年。这一天呢，这个工头就发现他愁眉苦脸的，问他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说：“哎，好不容易攒了点钱，人家上年这个疫情闹的都没钱了，也花没了，怎么办呢？都穷死了。你看看，这都2021年了，钱还越来越少了，咋办呢？我幸亏也就喜欢听歌，我还有这点爱好，要不然我早就崩溃了，怎么办呀？”他还把自己这些经历，从小时候怎样怎样，怎么在孤儿院里长大，又怎么遇到一个渣男，怎么生小孩怎么有人抢走的，然后呢，怎么又变成男的，这些事都说了。当时呢，这个工头他觉得很同情的，然后工头就问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吧？你不就是工头吗？你还是什么人？”他说：“告诉你，这只是我的一个简职。”他那你主业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主业我是穿越大地的人，这是一个神秘组织。”他穿越大地是干什么的？
穿越大队隶属于穿越公司，是专门穿越的，穿越了什么朝代都行，什么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楚吴、两晋前后燕、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王朝至此万，这些我都能穿，什么包括什么中华民国，这些我都能去啊。你说一个年代，说个什么地点，我就能把你送过去。他说那行呀，那你把我送到这个一六年行吧，我想去找那当时把我能怀孕的这个男的。他这行倒是行，这都是小事，但是呢这个不能被传，我们只有条件的。他你什么条件？要多少钱？不要钱。你要是想穿越呢，你加入我们，加入我们之后，以后你要服从组织，做我们组织的任务。加入我们组织之后，我们会把你进行引用，把你放到别的时间，然后去执行任务。这个你能接受吗？家人说我能接受，我能接受。于是呢，这个工头呢就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玩具娃娃，一摁这个玩具娃娃的鼻子，这玩具娃娃就说话了，就说华人派2006手机39为你服务，请输入开机密码。只见这个工头清了清嗓子，说道：“打了蹦巴板的北地不多比楼哦。”手机就说：“再说一遍，打了蹦巴板的北地不多比楼哦。”好，密码输入正确，请进入模式选项。现在收集模式和真人模式当中任选一项，他就选了收集模式，因为他没敢选真人模式。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万一选真人模式，这个说唱已经蹦出来了，那不吓死人了啊！不敢选，选了这个收集模式，然后呢就输入了地点、时间，2016山楂树下这个孤儿院，然后全部人弄好之后，一下子就穿越过去了。穿越过去之后呢，他就发现山楂树下这个孤儿院里头走出来一个小女孩，正在高高兴兴的正在唱着歌呢，唱着：“我饮过风，烟过沙，浪子无钱逛酒家，问琵琶谁人话，不再春风如寒呀。我饮过风，烟过沙，浪迹天涯浮云下，待流年催王发，宿了月与我爬沙。”哎，这个男的就说：“哎，这不是2020的歌吗？2016的你怎么也会唱呀？”这女的就说：“你为什么要说夜呀？那说明不止我一个人会唱呀。而且你怎么说这是2000的歌呢？这是98年的话吧，我小时候就会唱。”他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浪子闲话这首歌我特别熟，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爱好，我就是喜欢听歌，经常带一些歌在身上。这个女的就问说：“你带那么多歌词干什么？你怕上厕所没纸吗？”这男的就说：“你少废话，我跟你说这首歌有好几个版本，你知道吗？”这女的摇了头说：“不知道。”那我让你见识见识。我搬过砖，铲过沙，豆子一人饮雪花，不攀山，泪落下，不再把工地当家，吃烧烤，逛酒吧，鸡鸭鱼肉大龙虾，想到这把泪擦，单身刀哥走天下。然后呢，这女的就问他刀哥是什么意思呀？他一发刀哥是怎样怎样。然后两个人就如此这般这般，然后呢就怎样怎样。然后呢，这男的就把这女的给弄怀孕了。这女的怀孕之后，刚生下来小孩，这个男的就害怕了，就去联系了这个工头，就说怎么办了？我找那个男的我没找到，但是我遇到一个女的，但是能怀孕了，生小孩了，小孩都生出来了，咋办了？这工头就说那不行，这个小孩根本就不能属于这个市场，咱得把他给弄在别时间，不能让他出生在2016，不能放在2016的，那放在哪年？他放古代呗，放在古代，我们随着时空隧道再穿越一次，往下使劲穿越到古代，放古代去。结果呢，他们的时空隧道在走到98年上空的时候，因为98年呢大洪水、大雷又下雨的，然后一个雷把他们时空隧道给劈毁了，他们有个洞啊掉下来了，掉到98年上去了。于是呢，他们98年嘛，于是就找了个脸盆，把小孩放在脸盆里，然后就让他飘走了。他就飘到了山楂树下的一个孤儿院，当时孤儿院的工作人员看到他说冻得不轻啊，周围都是鱼，那就给取名叫周冻鱼吧。于是这个周冬雨呢就长到18岁之后，2016的时候，这个孤儿院的人就跟他说：“你出去见见世面去吧。”他出来了就开始唱起了歌，就我饮过风，烟过沙，浪子无闲逛酒家，问琵琶谁人话，不再春风如寒呀。我饮过风，烟过沙，浪迹天涯浮云下，叹流年催王发，宿了月与我爬沙。正唱着呢，突然间遇了一个男的，这是2020的歌呀，2016的你怎么也会唱呀？周冬雨就说：“你为什么要说呀？那说明不止我一个人会唱呀！而且你怎么说这是2020的歌呢？这是98年的好吧？我小时候就会唱。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故事已经讲不完了，是吧？变成一个圈了，永远讲不完。你敢这么讲100年讲不完呀？我们跳过这个圈，继续讲那男的把小孩放到98年之后，然后呢，他就回到了2021年。他回到2021年之后啊，他突然间发现说不对，不好，出事了。他刚才我放小孩的时候吧，哈，我带了一张歌词给丢98年去了。什么歌词？浪子闲话，我饮过风，烟过沙，浪子无钱逛酒家。这个，他说没事，一首歌词而已，没事。
于是这个男的他就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就给他说，给你第一个任务，让他留在人类一年的工地上去等待去帮助一个被渣男抛弃过的变形人。他就留在这工地上成了工头。有一天他看到有个男的，他们工地的一个人出门苦练的，然后呢一了解才知道他就是他要帮助的那个人，于是呢就和他一起到了16年，结果这个人呢到了16年不小心把那个女的给弄怀孕了，然后呢女的生了小孩，他又两个人把小孩弄放了98年，然后98年小孩生到了16年，16年的女的被人给弄怀孕了，生小孩被人给偷走了，然后呢变成了变形人，变成了男的，又来到了工地，来到了这个工头，然后呢这个工头就帮助他，帮他回去找男的，然后呢就回去找男的，找男的时候没找到，然后这男的就把一个女的给弄怀孕了，然后呢两个人把小孩放到了98年。是吧，你发现这故事永远讲不完。这个故事呢它的主要情节来自于美国的一部小说，名字叫你们这些混混史。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百度上也能搜到这部小说，可以看一下，特别乱。看完之后你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穿越呢。你一方面可真骚，不知道叫子不当，地上有草叫起房，主流传也惹人恼，街里猴子用灯照，河里外子呱呱叫，眼里几个就翅膀，面面糊糊睡墙角，这里帽子这海猫，先跑一家成德江，当天经理放鞭炮，一见里能省干将，天上下着乌龙包，小水鸭被风刮到，拿来要能帮吃的，当啷把人带卡到，得了被子卡破了，又被潮水浪吃了，别着不如把地拖，马骨的也不得了，方言名字起得了，你一方言真搞笑，大小一声把它忘掉，你一方言最搞笑，专门的一人头高一方头。烦恼发展社会真正和黑色势力全开花，和家社会都需要社会独立全发展，风声雨声都说成了，那样效应最好请，新鲜好玩的连续几年的经营是我们下期再见。